你说我们能找到穆家远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搜集了那么多资料，怎么就没有任何线索？别想那么多了，明天我们还要去找穆家远呢。早点睡吧。 2016决战拉斯维加斯搏击王者争霸赛将迎来俄罗斯的萨迪克，曾两度拿到欧洲泰拳锦标赛的冠军。在这个舞台，唯一想挑战的是中华拳王穆家远，而消失了三年的穆家远能否再一次回到他曾经辉煌的舞台呢？ 不好意思啊，今天上午在国际机场等待十几个小时的粉丝们终于等到了亚洲拳王荣耀归来，粉丝们的热情气焰非常高涨，下一站的比赛即将在本周开展。回来了，我饭菜都做好了，快吃吧。不吃了，我累了。啊，我。 家远，高盛，这件事办好，钱少不了你的。啊，同门师兄弟，你下得了手吗？哼，我练了这么多年，拳台上谁不想赢？ 裁判，这是严重犯规，他重视比赛啊！裁判，计时，高上一球！
你管闲事儿？呀，这不中华拳王穆家远吗？哎呀，你今儿怎么这么怂啊？踹死你！你踹死你！你这还拳王呢？我踹你！兄弟陷害你，老婆离开你，如今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啊！踢死你！不让你拳王，拳王吗你不？ 找了这么久都没有任何消息，就剩最后一条线索了，再试试吧，没准有希望呢。这个多少钱啊？上面写的有。 那这个呢？哦，也写着，我没看见。这个没写啊，这个多少钱？不卖。废什么话呀，直接说。穆家远，我们来是想让你复出比赛的。 全迷们都在等你回来呢。我不是穆家远。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都希望你再次回到拳台上比赛。我有事儿，先出门了。哎哎，你就是穆家远。你们认错人了。你们走吧。 我们就这样被赶出来了，好像是这样子的。啊，他明明就是穆家远嘛，为什么不承认啊？可能人家心情不好吧。我心情还不好呢，我还就跟他较上劲儿了，看谁厉害。好了好了，走吧。我不走。走吧。我不走。走吧走吧。哎呀，真是的。 你是穆家远吗？我不是。你是穆家远吗？我不是。
穆大侠，在下宋小五前来向您挑战。你认错人了。在下已了解清楚，您就是当年独步武林的拳王穆家远。你果然如传说中一般，失善好德，对待一只流浪狗也是侠义心肠啊。 大侠莫误会，在下乃武行之人，并非江湖之人。如今天下高手已不多，想和您一决高下，争个天下第一坐坐，请赐教。 去吧，挡光了。穆叔叔，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有我坚持的原因。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反正我就是要在你眼前晃悠，直到你同意为止。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天天来。 哎，这是你老婆啊！放下！你站开！怎么？不就是个相框吗？你至于吗？
我打碎了相框，我向你道歉。我敬你是因为你是曾经的拳王，我敬你是因为你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拳手。可你呢？你现在的样子还值得被人尊敬，被人喜欢吗？我知道你妻子的事情，他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非常庆幸离开了你。走，小鬼，走！放开，放开我！真漂亮，拥有你，我将会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为什么是第二幸福啊？因为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幸福的人。都几点了，还看呢？睡吧。我是不会放弃的。新的消息了吗，教练？别，以后别叫我教练了。你不打拳了，我也不做你的教练了。老板，再加两个羊肉串。好嘞。走吧。穆叔叔，我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的。我不懂搏击，也不了解拳手，但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看到的搏击是什么？是台上挥出去的每一拳，都烙印着拳手的努力和梦想。是休息室里，胜利者没有喜悦，失败者也没有遗憾。那里面甚至没有男和女之分，有的只是搏击运动员的坚持和伤痛。我要把我的感受告诉你，还有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你站起来，即使你曾经失败过，他们还在支持着你。
来瓶啤酒。哎，来了。我让司机送你吧。陈教练，小山的身体状况我知道，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我才让他跟您练功夫的。他这个病啊，不适合搞剧烈运动，还是先把孩子带回去吧。高盛，我知道你们两个想了解穆家远，这个人可以帮助你们。我现在还没有勇气去见他，给我一些时间。中都医院。到了，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二十一病室，有你最想见的人。嗯，你快去吧。小猫咪怎么叫啊？喵喵。嗯，那小猪呢？对。那小青蛙？小青蛙呢？
那时候，你处在事业的巅峰，每年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去打比赛，每个人都在为你欢呼。你的名气越来越大，自然你身边的年轻漂亮女生也就越来越多。我们一个月见不到一面，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跟着，是因为不想让我看到你受伤的样子。当时我真以为你有别人了。怎么会呢？你怎么这么傻？是啊，那时候我知道我得病，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就只能胡思乱想。我不想要耽误你的前程，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荒唐的决定。后来我决定要接受治疗，我发现我怀孕了。为了佳佳，我只能放弃治疗。我再也不会让你难过了，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吗？佳佳，爸爸的胡子好扎呀！欣欣，啊，我们卡里面又打了一笔钱，你真的不知道谁在帮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来啦！佳佳，怎么是你呀？姐，别叫我姐，这里不需要你。姐，是我让佳远来的，你让他来干嘛？他早干嘛去了？现在知道认女儿了是吧？你知道欣欣为你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吗？你，姐，你别生气，她是因为不知情，你别怪她。姐，都是我的错，是我让欣欣受了这些罪，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她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让我怎么给你弥补的机会？你让我怎么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呀？姐，我想出院。你疯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医生都不建议我再接受治疗，我留在这儿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年你为了我，为了佳佳，你吃了不少苦，这些我都知道。之前我不让佳远知道，
但现在老天爷又让我们见面，就让我们一家三口享受最后的时光吧。欣欣，你在胡说什么呢？我，姨妈别生气了，佳佳有爸爸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们的。我不放心有用吗？姐，你别这样。记得按时吃药，照顾好自己。啊，我会的。三年了，他再一次打扰到原本是我规划好的生活，那就不要怪我，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先消消气儿，只要你愿出钱，没有我李斯办不到的。家园，这些年你就一个人在这儿生活着呀？是啊，委屈你了。你看，这不像个家。你在胡说什么呀？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家呀。爸爸妈妈，照片里为什么没有我呀？因为那时候啊，还没有你呢。小家伙还吃醋了。是啊。爸爸妈妈，照片里有我啦。真有你了。家园，嗯，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记得呀，每一次比赛前训练的时候，你都陪我来这里。是啊，每次训练体能的时候，
你总是背着我，不停地跑啊跑啊跑啊。欣欣，累了吧？嗯。来，咱们坐会儿。好啊。你知道吗？以前我不喜欢你打拳，是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受伤的样子，我都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我知道，你根本就放不下。欣欣，你选择了我，后悔吗？不后悔，能嫁给你，我感到很幸福。佳远，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因为你离不开搏击，离不开擂台，为了我，为了佳佳，也为了你自己，别放弃好吗？好。佳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佳佳啊。好。大哥，把他的女儿抓过来。是。佳佳，佳佳，等会儿，佳佳，
你这个死孩子，我这不笨，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快开呀你啊！
是亚洲拳王啊！明天上午八点，我在机车店铺等你。孩子的小命儿，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猪猪，你回来了。叔叔，你什么时候让我回家见爸爸呀？废话真多，玩你的吧。叔叔，你有女儿吗？你女儿肯定长得漂亮。叔叔，你多久没见女儿了？还给我爸爸，还给我爸爸，还给我爸爸。还快点！我求你了，我亲你一口。你饿了吧？我给你拿吃的。谢谢。真有你了，你看，抓到了，抓到了，哎呀，呜呜，哎，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佳佳。穆家园，明天上午八点之前到不了我这儿的话，也想见你女儿了。
穆家远，好身手。我按你说的时间如期到达了。我女儿呢？我一直都很欣赏你，只可惜你交错了朋友。你太单纯了，而且不懂得现实社会的残酷。我不想懂，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在哪儿。
叫声爸爸。我们武馆做了一次全面性的体检，小山的身体，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陈教练，小山的身体状况我知道，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我才让他跟您练功夫的。他这个病啊，不适合搞剧烈运动，还是先把孩子带回去吧。走，回家。爸，我不走。走，回家。我不走。回家。走，不能，走，回家。爸，我是拳王，我是拳王。拳王是我的，嘉远，嘉远，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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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来了。对啊，跟我来，走。走。谢谢。这些是我的，这些是我的。大哥，他抢了我的女人，还抢了本该属于我的拳王。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何老板，消消气儿。只要你愿意出钱，没有我李斯办不到的。那拜托了，大哥，我有钱，我有的是钱，要多少钱都可以。包在我身上。原来整个事件的主谋就是何山，现在他也疯了，也算是得到应有的惩罚了。是啊，嘉远，当年你和高胜那场比赛，其实我……教练，都过去了，什么都别说了。我真的对不起你。没有，教练，谢谢你救了佳佳。
教练，你没事吧？没事，上次比赛的伤还没好。那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佳远，复出吧。来，佳佳。嗯。饿了吧？来，来拿着。爸爸。小袁，把课来。
师傅坐。哎，师傅我来。好嘞。我来。看我的。我去，不行，这么多年了，住扯，您还练着呢。时光流逝，气节未变，没到冬至之日便是逢岛之时，春分一到，岛该出窍了。师父，世界的好坏都是俺们心里好坏的反射，岛是力量和精神的象征，俺们在锻炼道的同时，这岛也在锻造着俺们。精神的象征，俺们在锻炼道的同时，这岛也在锻造着俺们。岛该出窍了。已经等了很久了，欢迎回来。时隔三年，穆家远再战拳台，对手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俄罗斯拳王，二人对决究竟鹿死谁手，穆家远当年的风范是否还在，敬请期待这场世纪之战吧。
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环球拳王争霸赛的冠军之战即将打响，这是一场压轴之战，至关重要。请允许我首先为您介绍蓝方选手。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身高1.80米，体重80公斤，两届欧洲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世界自由搏击大赛80公斤级的总冠军，来自俄罗斯的卡萨多夫萨迪克。而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沉寂了3年终于重出江湖的中国拳王穆家园。一场大战即将展开，有请场裁。This is my orders. No elbow. Use knees only once. No clinch. Understand?Ебашь его нахуй со всей мощью, блядь, чтобы эта сука вообще не очухался, ты понял меня? Чтоб вышел на ринг, да, выбил, да, его, блядь! Да! Полностью! 教员，放松心态，看准时机。Готов? Да, готов! Давай!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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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keeper, red corner, blue corner, ready, fight!Используй руки, блядь, они для этого нахуя тебе нужны, блядь? Да. Используй скорость свою, ты намного быстрее него. Ты можешь спокойно его выложить в один удар, блядь. Да, да. 教员，打得不错，用你的重击踢他的腿。
佳媛，不行，就算了吧。不，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要坚持下去。快！跟我就能加油！加油！镜子里是温柔模糊的笑容。